中的董事长呢会在台中接受大家访问二十分钟，所以在你二十分钟，然后但是我从台中呢坐回去到台中是十一点，另外一个方案是我继续坐到高雄，那在车上慢慢开，然后下到台湾，那到高雄还是坐出来的，那我去高雄就来这里，然后。